现在是早晨8点钟，俏俏9点上补习班。我妈7点的时候给我来了个电话，她说家里面包包子了，让我们过去吃。这还跟那个颜色不一样。扣鼓的吗？这块坏了吗？包子好了，闻到味儿了。嗯。悄悄今天还上学啊？上学。马上就结束了，这大包子都蒸好了。这两天摘回来那俩大角瓜，行，吃它吧，不吃它，时间长了坏。一进我妈家老热了，她要蒸包子的事儿。包子蒸的。完了，俏俏直接跑屋蹭空调去了。哎呀，你看谁又不行啊？园子里昨天摘回来的黄瓜，刚才我下去买了点干豆。俺们家还有黄瓜呢，这阵一根儿啊，凉拌吃、嗯。屋里那两位开饭了啊，简简单单的早饭。俺家老三先给开火了。你老早山上开火？我不去，我要去你爸还让我去。我不去了，我。哎呀妈呀，想回趟娘家都老难了，没人，一想回来没人。俏俏那天给你打电话了，说要来。我在山上呢，这不打电话接着了。吃饭了？这么喊都不动的，快点。还享受上了，开着门呗，外面也凉快了。行。我俺家的钥匙给你们，没事上这来吹空调了。俺们也不总在家，我也不总在家。啊，好嘞，你坐这边。妈，你不吃啊？啊？别等了，快吃啊！咱俩算掉。咱快吃，你应该上学了。嗯？你晚上吗？哎呀！就那俩大角瓜包的，咱自己还有大角瓜呢。哎，还有几个钱没交上。悄悄，你多吃点菜，悄悄。吃这个吗？我把钱拿过来。瓜都给你交了啊。就是因为你不爱吃蔬菜，所以咱们才上医院的。你要多吃蔬菜啊。强制性以后，不吃就饿了。给他整点那叫什么什么肠道蠕动的那种药，不用，买开药了。有海米啊？嗯。海鲜的呢？这个真刁啊，妈啊！这都能吃出来？海米吃不出来吗？你没吃来呀，囫囵吞枣呗。海米我搁锅里炒了炒，